打你真好。我平常相待是要来问老爸。爸囝中间无秘密，什么话？那林做你问啊？也唔过我来问出来，我惊唔惊你生气？嘿，那有咧受你的气的道理咧？莫紧，要问啥做你讲啊？真实咧？对。那咧，我着老实讲。你问。阿弟啊，我阿娘为啥无伫咧白囝上苦命？是不是伊说我嘛小心你？阿娘无爱我对无？不是。县令，你莫白心，你误会你阿娘咯。其实你阿娘，伊真爱咱白阿囝啊！你骗我！我阿娘来生来爱我白阿囝，为啥是我下半年来伊毋捌出现？我有啥无人照顾我？恁阿娘离开，可是我真不得已苦衷啊！不得已的苦衷，阿爹，我今年已经大汉，不管按啥样，我要啥样原因，你对我讲，我要阿娘嘞。县令要知影，若要讲起这件代志，这是一段的往事。我的阿母嘞，你阿娘，别怪我，别怪我这个老爸无教。有责任吗？我老母死啊！对，而且你老母死得真落寞嘛。兄弟，我听跟你讲，在你出事无偌久的时阵，我跟你阿娘拢是保镖为生，有老爸无在前，无你本事跟企业无关，所以。我就带着你，甲你阿娘，四处伫咧奔波，维持着咱的生活。有一天，真是惊啥，连感情拢注意了。伫半途当中才要出啊，爱伊的性命，阿弟啊，走跳江湖。才要出现难忘时光，阿爹想要解救感情龙的性命，我讲会到，我也有做会到，才会知影，这个感情龙温情受报，已经看解到你的老母，不但用计陷害阿爹，而且，我比你阿娘还亲切。像恁阿娘伊，像恁阿娘伊，娃娃不要断开来死。要为什么我把死我起名？但我不应该，要叫恁来亲戚，派杀手，要来杀阿爹。阿爹危险之时，将你派在这脚架边后。高官难，兵部难，得高官济啊！阿爹要什么的望眼所闪过咯？来知望眼所陷害着你，你上眼出血，将出性命咯！